家好，我是 SNH48TMS2 的张宇哥。首先我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呢就是成为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之一。我知道很遥远，很遥不可及，但是我觉得梦想就算大一点也无所谓吧。我其实知道自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到现在也很难想象我这么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竟然就是从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跑到上海来，跨了半个中国跑到上海来。所以呢，我希望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自己是自信的，坚强的。关于坚强这个解释呢，有一部很喜欢的动画片叫《来自新世界》里面解释到说，他并不是说在各个方面都很强硬啊或者什么的，而是也会有难过的时候，也会有气馁的时候，也会有想撒娇的时候，但是他不会一蹶不振，他也不会迷失自我。我想成为这样的人，酷炫吧。所以呢，我希望这次总选举有一个很幸运的结果，那就让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吧。那么最后我给自己加油一下。赵英哥加油。yeah. 饿了掉。